心寒，又来给林儿送水啊？送给冠军队的，就你话多。谢了，大小花。走，走。我的水呢？没有水，回家喝。人都有水。怎么样？从来没有牵过帅哥的手吧？可别说我对你不好。哎，我刚刚帅不帅？一点点帅。你要给我手冻掉了，陪我不够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还要继续考博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不想考了？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因为董哲？微微，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最好的，无论别人怎么说你，我都希望你能够做自己。我觉得董哲说的对，没什么大事，我就随便说说，你别皱眉头。林然，要不我们再试试脱敏治疗？还要试？我之前大学选心理的时候想得很美好，以为学会了之后可以和我爸好好沟通，还可以治好你不能吃糖的毛病。结果发现学会了，我和我爸还是成天吵架，你依旧不知道吃糖是什么滋味。或许董哲说的对，我除了读书什么都做不好。考完博士之后我还能做什么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当学生吧？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嘛？没什么，林然帮我解决了考博资格的事，我明天早上……哎，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吧。这么晚了，天台风这么大，不怕感冒吗？你明天不是没课吗？林然明天陪我逛街啊。没问题，唐叔。啊，没问题。早点回去啊。好，马上就下去了。微微，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，我都会永远陪着你。叔，其实考博这个事儿真没必要反对。你想想，要是别人家有个学习好能考博士的闺女，开心都来不及呢，是不是？我不管他爱干嘛干嘛。六号两份肠粉，来，你的肠粉。谢老板。会挑挑那个颜色，又老土又不好看，你是什么审美啊？我这是给微微挑的。啊，给微微挑的？微微穿什么都好看，衣柜里就缺少这个颜色。好，我去买单。真好看。
接着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你在看什么呀？看你小时候的照片。你看，这张你小学毕业，在学校门口拍的，当时我还接了相机。那会儿你特别矮，爸爸是蹲着给你拍的。我初中就长高了呀，你看，都已经到你肩膀那儿了。对啊。你呀，长得比较快。爸爸总觉得我闺女从小没有了妈妈。总觉得是不能让她，要让她过上好的生活。因为你是我的唯一，你是我的全部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样，爸爸都希望你能快乐，不要让别人看不起你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总是惹你生气。微微，父女没有隔夜仇，其实爸爸也想通了，只要你快乐，爸爸也快乐。考博吧，你去考吧。爸爸支持你。我不考了。为什么不考了？你闹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考博吗？我不考了，真的不考了。为什么？爸，其实我和林然……爸。啊，不是，叔，叫错了。你不是让我买肠粉吗？买回来了。啊，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，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吃肠粉，要不我给你们露一手。等着啊。有时候，你会不会对我挺失望的呀？傻孩子，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，爸爸永远支持你。爸，其实我和林然……林然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。十分钟，十分钟，马上就吃饭了。我下楼走走，透透气。你还年轻，你的人生需要一个目标，这样才会有无限可能。目标，我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你做饭，你给我炸厨房，怎样？想和我同归于尽啊？我说了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疼吗？干嘛？笑什么？疯了？姐，我们白头偕老了。
别坐了，走了，出去吃。今天吃的好饱啊！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白头偕老，答应吗？是不是害羞了？别闹！捡起来。不用捡，就当是螳臂许愿了吧。许愿？什么愿望？你的愿望。我没有愿望，你自己许吧。行，那我的愿望就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生活全都是你。我不应该对着喷泉许愿，应该对着你许愿。唐微微，你为了考博假装跟我谈恋爱，现在博士也不要了，那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？再不走，真不要你了。跟你假扮情侣这些天我特别开心。唐微微，你明明也脸红过心动过不是吗？可是我们不能一直说谎吧，假的毕竟还是假的。那如果有人愿意说谎一辈子呢？不管你以后的人生是什么样，我都想陪你一起经历。唐微微，从高一时我每年的生日愿望都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以后能成为那个陪你跨越千山万水，让你相信这就是爱情的人。你就答应我吧。吃多一点，姐姐就只会煮面。哎，我当初怎么就搬出唐妹妹家了呢？谁啊？来了来了！哎，林然，唐叔，哎，唐叔，你好吗？外面下雨了吗？你是不知道我家水管爆了，
然后水源客厅有很多人投诉我，我现在真是无家可归了，这段时间只能住在你家了。哦，但是没关系，虽然我们，但是我尊重你，我这沙发就行了。赶紧起来，我去收拾收拾，看你之前的房间还能不能睡。你回屋去，这里我来处理啊。你回去。哦。唐叔，我家水管坏了。坏了？你家除了水管坏，还有没有其他要修？我都会。他说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吗？怎么总结他的脾气好呢？应该是这样，虽然有些孩子气，喜欢撒娇耍赖，但有担当，有安全感。喂，喂，宝宝，你干嘛呢？我终于从 Miss 杨的魔爪里逃出升天了。你和林然怎么样？解决好了吗？事情都？都解决了，别担心。笑得这么荡漾，难道林然被你推倒了？说什么呢？其实我们……哦，我正逛街呢，想给你俩捎点慰问品，你要不要过来找我？我下午好像不太行。哦，不用说，想姐都明白。但是林然年纪小，你可得克制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想到小姐有生之年竟然能吃到你的皇家狗粮，还是奶味的。别胡说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饶过你们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个款式很适合你，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？靳总，你喜欢这个呀？嗯，你看。服务员，我要这。小小。先生，你叫我有事啊？果然是你啊，好久不见。哦，你是周琦，不好意思啊，贵人都忘事，一般不重要的人隔夜就忘了。这位？哦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。哦，你一个人来吗？看戒指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行情这么好。嗯嗯，我男朋友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。我都说我不买了，非得给我买。咱家首饰都八个抽屉了，啊，咱不买了。别瞎胡闹了，行吗？